准用于训练的假期。哎呀，正好现在没事，可以测试一下猫猫的飞行状况。哦，非常漂亮的大。闲着也是闲着。我好想念以前我的专属大实验室啊，也不知道等我回去的时候还在不在。不准用于训练的假期，带束花去当纪念碑吧。正好现在有些姑娘们会问我会不会有身材焦虑，可我身材已经够好的了，肌肉也足，哪来的焦虑啊。我们到第一个坐标点了，我想那去果然不太平，继续攻击。不是妥妥的，先这里，在这里搞定。我明白了，但是出发，我们到了。果然有人在拆机撤除，果然不太平，就是这个吧，就是这里，还不是要我来开？发现你的路不良了，到我了，趁你病要你命，再这儿挨打是吧？下一炮马上就到。拦路的，全给轰飞就是了。
要你命。发现你，一开始这么老实就好了。我看到日记，他应该是接到了大区管理员的命令来报警骑车去，而且命令时间刚好是我们出发地点，竟然还有这么巧的事啊。那边还有第二胎，汪才，我们需要更多证据。就是这个吗？我办事那还不是妥妥的。完蛋，你们就惨了。一开始这么老实就好了。啊，我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就是这里，正在装填。你们干嘛啊？满足取宠，我一顿痛打。妈妈和我一起再来进行试试。上就好。我一看就知道大战略。等我换完弹，你们就惨了。先这里，在这里，搞定。我的老图灵啊！真的没事情干的时候，没事的时候我还行。闲着也是闲着，果然还是该去训练室练练手。哎呀，老窝在这里也没啥意思，不如去训练场松松筋骨。一会儿去揪几个医疗部的大头兵，看看他们最近在忙什么。出发。等等，我忽然一诺诺赛号我们进本来张我们的这是七是虽刚才这些分析果然不太平。起攻击！就是这里。上，机会！我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先这里，在这里，搞定。
咋地？记好。他们人太多了，我们来不及挨个揍一顿，时间赶不上。你们跟上我，原路返回，离开村子。操警急走，准备吧，小张子。难不太平。攻击！就是这里。机会，我办事那还不是妥妥的。先这里，在这里搞定。我们仨跑得可真快，就要冲出去了。前面的路口多乱，千万别走错。你看你，干嘛？慢车车起爆！就是这里。正在装填，呵，总算投，但我现在必须。老城区可能所以杀
好。发现你的弱点了，管完蛋你们就惨了，一看就知道打这里。不会吧，
点了。老师点，大哥的。准备，更衣。哇，又来！去镜头，正在投放整部机器中飞车炸弹。开枪，火罗冰鸟。原来长高了的世界这么开阔，这下子格局打开了。你们当初设计我的时候，就该照着这个尺寸来。问起我，就让我来给你们开辟道路吧。你们那一边就是自由吗？别瞎想了，那只有返回绝户的穿梭机。刚才